大家看得还开心吗？如果开心的话，可以再给我一点掌声吗？好，谢谢你们。那以上呢，就是我带来的溜溜球还有陈琳的表演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很难得呢，可以在这边哈有一个演出的机会。那台南市议会呢，在每个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的时候呢，都会安排各式各样不同的街头艺人在这边进行展演。那欢迎大家呢，有空的时候可以再过来走走看看。那如果你很喜欢我的表演呢，等一下也有一个打赏箱，欢迎大家给我一点支持与鼓励。祝福大家今天在台南市议会都可以过得开心愉快，谢谢。没了。